今天呢是早上7点钟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新泽西一个非常非常荒凉的一个仓库区。那么这个仓库区里面呢就装着各种各样从中国运来的货品。那我今天就是想来探究一下美国人究竟从中国买什么呢。我刚刚在我自己的亚马逊上刷了一下啊，就去年2020年，也就是疫情期间，我差不多下了有40多单在亚马逊上。那我刚才看到的一个平均数字是美国人一年差不多会订21个包裹，所以我应该是在这个平均数字以上的。也有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订包裹的次数呢是大大增加，所以说现在呢虽然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，但是物流呢其实还是非常蓬勃和繁忙的。我今天就来这个仓库来体验一天，看看在这里工作一天是什么感受。我现在一边吃早饭一边等今天这个老板过来，他说7点来嘛，显出我的诚意，在门口冒着风雨等他。哎，这是不是啊？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今天来上班的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哦、Hello。这都是员工，一早上7点钟就过来上班了。哎，我没想到都是女的，哎，我还以为都是男的，体力活吗？没有，怎么男的是很重？你们是从哪儿过来呀？我们从纽约。就是纽约市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就早上这么远的路，我的意思是你们得花多长时间从住的地方到这儿来？像1个小时多1节课吧。哦，1个小时就够了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都是专车接送是吧？是是是。哦，老板总算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幺幺，今天是过来实习蓝领工人的。对，当老板好辛苦啊，这一早上就要来。对，没错，这是私活，我就是蓝领。这个仓库平常都做哪些工作？我们这边是海外仓，然后我们这边业务主要是有3种。第一是转运，第二是一件代发，第三是换标。我们早班全是华人，那么晚班呢，我们都选择了一些墨西哥人，当地的一些墨西哥人，他们来做分拣这一个块。那今天我会主要做什么工作？今天会主要安排你做一件代发，还有转运，然后还有换标，然后还有开铲车，还有跟我们的 USPS 啊 UPS 的这些人去搜索一下，要跟他们交流一下。没错，因为这个工作需要跟很多环节的人打交道。哦，没错，还蛮有挑战性的。主要是这个叉车，我看他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就有点畏惧啊。我虽然有驾照，但实际上我驾照拿了10年都没怎么开过，希望今天不要出什么交通事故。我们要在八那儿等他吗？他到底八号？这个就是刚从码头取了货柜过来的卡车，这等于是今天新从中国运过来的货。我还以为他是要直接运到里面去呢。黄师傅啊，您这有多少箱货呀？不知道，我看单子的。哦，您也不知道啊？单子多少箱，我就多少箱给你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看看，我这个我叫 UPS 先走，你能不能停到11号出？对，可以啊，我让 UPS 先开。他这一天得往你这儿运多少柜啊？旺季的话，我这边一天是大概是2到3个。对，还有个柜要拉过来。那黄师傅，您做这行做多久了呀？刚刚20年。20年了，
坐这个觉得会辛苦吗？就跟比如说旅游大巴呀什么的。早就起来。哦。五点多我们就起来，那个轻松的多啊。他是自己上货，哦，自己上人啊，不是上货。啊，对对对，人自己走上来。去 pick up， 去码头 pick up。而且这个是不是还得会点英文呢？需不需要？跟要不要跟一些老美交流一下也得？都是。因为进码头都是要英文的。哦，那你感觉就是这边像现在这段时间是比较忙吗？因为都说这个中美贸易啊什么的，也贵子多了很多。贵的多很多啊！我以前做的时候是2000多块的船费来到美国，嗯，现在要1万多2万，你说差多少？但是您这边卡车的运费会不会也上涨了？当然上涨了，以前在这个位置都300到400。您是说从码头运过来啊？对对对。现在呢？500不止了，可能。做卡车司机真的不容易啊，位置太长嘛，50多尺嘛。就考验车技是吧？嗯。刚好到在这儿吗？是属于是在一个大的运输公司底下，然后工伤啊、保险啊，他都会给你包的，是吧？他买，就是还是比较正规的。100万验收的。啊？什么？100万的验收。啊，100万的保险，对收入还是满意的吧？当然了，这么辛苦，还是有一定的收入是有才做了。像那个拉旅客的，主要可能是靠小费。对吧？就是因为那个一般小费的对都是，那么老板没有的，真没有的，当时收了就比较多，但是现在没有的，很多都不给。这个能干到很大岁数吗？你感觉？就是，反正美国退休你就退休就是啦。他说65到66啊。嗯嗯。退休，那就做到退休了。因为我们家邻居他其实就是一个卡车司机，然后每天早上我记得6点多钟，我妈也说，哎，你看他又出门了，就是觉得，因为他会有开关门的声音嘛，然后我们也听他老婆说到过，就是他的待遇还不错。我觉得有一技之长的人在这里都是蛮吃香的。我们之前也讨论过，就说，哎呀，你要是在中国，你就是做一个白领，然后没有一技之长，最好不要来美国。但如果你在中国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，就是特长吧，就比如说你会是个泥瓦匠，或者你是个什么修水管工，哎，那你就尽早来，因为可能你在那边的生活水平和在这边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基本上每天订单会有300多吧，刚才我已经打了很多次。首先我带你们介绍的是一件代发的区域。一件代发的是从我们的 warehouse 直接送到 customer direct customer 的手中，叫一件代发。这个客户是一个盖子客户，保温杯的盖子。他只做盖子，不做杯子。他只做盖子。这个电子产品客户比较多，所以我们都会摆在架子上面。嗯，我们会根据这边的 SKU 去拣货。这是今天第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找商品，然后把他的那个运送的单子贴上去。哎呦 ，AOA32。它是一般都是印在这个大箱子上是吧？这边。哦。想起来了。这些都是电池啊！我来这儿我就从来没买过电池，然后这么多人买电池。Not gonna believe it， 我也觉得是这样。各种各样的牌子电脑，然后这个型号、那个型号、这个型号、那个型号。D081D， 又从 A 开始啊？这个。对。这个产品呢，可能我们要再外包装一下，因为它是一个手表，是一个比较 delicate 的一个产品。
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觉得卖的特好，每天就是流量很大的那种？口罩是一串一个，现在目前口罩还是很 对目前防疫产品，口罩、血氧仪、面罩。过去疫情了之后，今年忙的一个阶段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的人的消费结构是前半年攒钱，后半年花钱。哦，是吗？你如果到了那个感恩节、圣诞节的时候，就没办法休息了吧？基本上没有办法休息。哦，是玩具小汽车。那这个也要包装一下吧？是的，对的，这个一看就是寄往德州的一个小朋友家。0A23，没看着啊。B0F35。这里面只剩一个了，完全没有货了是吗？还有一个，所以需要 warehouse manager 去做一个定期的一个补货。是谁呢？他在哪儿？哦，就是这个。这个车看着好恐怖。Steve， 你看嘛，看不看愿意讲解？这在哪呢？这产品？他本来说是让我在那个一件代发区，然后找啊贴啊。就是不在架子上面。就在地上，在地上那么多，那怎么找啊？我们专门有个区域有放这些产品，就是我只能说我们做的时间比较久的人哦，就是我们就知道大概应该在上面拿到那边去。尴尬，尴尬。不，你这有点大海捞针的意思，我觉得。不太熟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对，我对这个区域不太熟。这一单的话，我们先可以 hold 一下。OK。一会儿再解决。OK。这是做什么来着？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？可以，先留着。你目前现在就只有这一个单子了，是吗？目前没有这个通道。啊，这底下也都是。你要不要试试？行啊。哎，不是，这从头开始转，然后就可以往里头装了。两个，然后并排。哦，那个是 medium 是吧？对 ，medium。我感觉您这速度比那个邮局的快多了。您说比邮局？我说邮局，主要他们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热诚不像你。我看邮局那天天慢慢悠悠、慢慢悠悠，做事情好像都是慢慢吞吞的感觉。我们做海外餐的主要是靠速度跟效率。哦，你做这行做多久了呢？仓库啊，对，就是这种工种。10年了。哦，原先是也是在华人开的海外仓吗？原先是做餐馆的。来美国20多年了。就像您说，从餐馆跑到这边来。餐馆怎么讲？餐馆以前年轻的时候嘛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然后就做餐馆做服务生，有多少花多少，然后慢慢的。结婚了嘛，有小孩了，然后毕竟要照顾小孩，所以说餐馆这个行业就不适合我了。这边 QB0H6558。先生，可以问一下你老公干什么的吗？他就是这样子，跟我做的那个东西差不多。你们俩怎么隐藏的那么好呢？都不露声色了哈。上班吧。然后你带他进来的。嗯。哦。基本上小孩学习你们就不操心了。不用操心，一般我们俩小孩还可以。哦。还能接受。所以你觉得小孩如果做体力劳动者，你觉得挺好的。他如果说妈妈，我喜欢这个行业，那我会支持他去做。没有了这个行业，你看，比如说这个，你一定要有搬运工，才有仓库的存在。仓库每个人都去做 office， 你指挥我，我指挥你，但是这个货他自己就跑过来了，不可能的，对吧？那你觉得你以前在中国也是这个观念吗？不会，我很早就出来了。我差不多多少我。19岁就出来了。哦，对，所以说那个时候观念现在转变很大。那个时候希望自己能干什么呢？就是想象当中来美国。想象当中能来美国做 office， 啊，对吧？能够说到处去旅游。啊，对，
不一样的。但你会觉得现在有点失望吗？当年的，我总觉得我来美国以后，我生活过得挺充实的，至少来说我朝着我自己想要的路走，我就想得开一些。因为周五了嘛，我想给大家买点星巴克。福利是吧？福利，员工福利。也是，快中午了，大家都有点困。没错。不好。你要做企业的话，都在这边，企业都在这边。Amazon、Wayfair、XPO， 反正做物流。对呀、啊。有你们喜欢的。什么？爱马仕。爱马仕。哎，那你说他这边仓库这么多员工，也没有个什么大商场啊，开在这儿弄点吃的喝的哈，那这些员工都得自己带饭啊？你可以投资，我觉得是个商机，卖煎饼果子。不敢说干了一上午，其实就是这儿摸摸那摸摸，就稍微接触了一下吧。这个货物从中国最后能拿到每一个客人的手上，就是要经过那么多的程序，而且你听他说，中国先运到美西，美西再运到美东，美东再运到美西，然后就是来回折腾哈，就一样东西得，真是不容易。那像你们这么个规模的，差不多要多少？做到60万美金。哦，一上来就得要60万啊！是是，因为我们这边租金比较贵。过了3年之后，可能我就做不了了。因为租金实在是太高了。行，我来 hold 着吧。哇，这个好，这挺对，这可以吧？你们都吃完了吗？都吃完了。谁还没呢？很不营养的东西，随便吃两口。什么东西啊？芝麻糊啊。8块钱。这是牡丹吗？这个是酸菜鱼吗？哇，这个也很好哎，排骨。还他们吃不好吃的，山珍海味，他们在那边吃泡饭。他们你们自己煮的吗？没有，我母亲煮的。哎，那你妈妈来今天不过来说两句？不用了。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所以就是说小的一件代发还是指定你上架，但你别忘一定要记录出去。那记录我是随时都有。这次啊，我在新泽西州海外仓当蓝领工人的一天，最大的一个感受呢，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密的。你看，就这短短一天的时间啊，从卡车司机到装货工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。这也可以想见，我们在网络上下单的轻轻一点，背后需要有多少人的辛勤劳动。而这些付出劳动的蓝领工人们，他们的生活是自豪而富有尊严的。你看到了中午，老板还要请他们喝星巴克呢。下一集啊，我们将会和一位墨西哥裔小伙聊一聊他的美国梦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的话，也请为我们留言。谢谢您的关注。我个人认为 Amazon 上面有70%的卖家都是中国人，一年里面12个月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但是这次是比较严重的，说我的几个客户他们十几个账号都被封了，他们退回来的货大概在10万多件、20万件以上。你要贴什么歌？那就贴标神曲了。贴标神曲是什么？基本上贴的都放进来了。你成功为公司赚了15块钱。刚才就这么点就15块钱啦？这是海外仓最大的业务了，已经。这一个人一天能贴多少个？3000个啊！美东这边的话，就是家用性的东西比较多。我刚刚在想看一下这化妆品什么牌子的。美国有那么多化妆品，会有人从中国买这些吗？很难解释，很难解释。之前听说有一些墨西哥人在这儿打工。Hello, everybody. What's up? Yeah, that's my day. Okay. I actually introduce all of them to come.I work about 16 hours a day. 40.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work? Are you happy about it? No, I'm not happy about it. I feel like Chinese and Mexicans,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because we work hard, you know? We work really hard. How many years you have been doing this? I think working 30 years.
一条棍才$100啊。对，美国蓝领的薪资就是这么高。